雪会融化，冬天会融化吗？如果足够暖的话，被熔融包裹，赶跑寒意。有棵树，一起暖，家居服，和你秋冬一起暖。近日，全国气温骤降，多地出现暴风雪等极端天气，气温急剧下降，请大家注意保暖，减少出行。除了躲进被窝，还可以穿有棵树松果防湿冷保暖衣，快速排走湿气。持久锁温，有棵树松果防湿冷保暖衣，保持干爽才保暖。